刚才的话，让我爸发过来的话，你能看一个模仿上次那个摔跤的画面，但还有点不一样，因为的话，一个人也挡在什么，之后的话，我们换了一个地方，换了一小段时间，之后呢，我滑下来的话，其实我还是跪着的，我没有那个。蹲着 ，OK。因为我跟我爸说那个要蹲着，但我没有，我发现我在上面的话，我都做不到。嗯，蹲着还是比较难的，是不是？对 ，OK。之后我看那边也有人，之后我就跪着，嗯，就这样，嗯。然后区别就是说跟上次的有不一样，就是说我的脸上全是冰。而且帽子也湿了，这我干活了。你现在我不知道，我看一下我的脸，好，我的脸看不出来有冰的样子，有点水，我能感觉到。去 Costco 吃热狗吗？听我在说话呢，我能感觉到，但是的话，如果你看不出来，嗯，好，拜拜，嗯。